诉你，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。叮咚，有人在按门铃，是谁在外面把恶作剧当一场游戏？听了谁在哭泣？在等我吗？是什么原因让你害怕？叮咚，你会藏在哪里？别想要逃离，想逃出手心已来不及。被遗忘的记忆，被你藏起来的秘密，我要大声呼吸。在看你。